说的也不错，说的好啊，这场换上我们的小哥俩给您说一下。小哥俩，您的后台就不会的呀。显得年轻了，不能说爷俩，爷俩，今天跟我这个大孙子在一块儿，我倒无所谓，咱俩小哥俩，你看他又挑这个毛病，是，确实啊，演员一上台啊，大伙送礼物啊，送东西啊，心里非常的开心，高兴，没有什么水平谈不上，但是上台必须得卖力气。争取对得起大伙的票钱，没错啊！一上台，大伙可能对我们呀也不太了解，哎呦不熟悉，咱也不是什么名人，小演员啊，也没上过几次春晚啊，还要上哪个春晚啊？就上过一次春晚啊，东方卫视的春晚，地方台啊，地方台啊，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大伙谢谢。我是德云社的青年相声演员，还青年相声演员。您这模样，您照个镜子，怎么的？中年，中年，中年，中年油腻相声。德云社的老年相声演员，相声太多。谢文金老先生啊，谢文金。略微的要大过一奶奶，奶奶，你这辈儿都大了，奶奶上。哎呀！哎，你说这个话呀，真的我很亢奋，真的。说话也用牙齿，你要不翻这牙齿，什么玩意儿？什么是比别人什么大一奶奶的？就是比别人啊，辈分要大那么一丢丢。你要做丢的。真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家里都是大地，人家是世家，所以说这个我父亲的辈分大，所以说我的辈分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大，水涨船高。哎，德寿保文明。对，我是文字辈的，文字辈现在老先生基本上没剩几个，越来越少，对吧？基本上都已经嗝儿，都已经嗝儿。什么叫嗝儿了？都已经嗝儿。都去世了，都逝去了啊，逝去了，去世了。现在真正文字辈的真没剩多少个，包括天津的啊，魏文亮先生，哎，老前辈，王文玉先生，八十多了，这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先生。嗯啊，郭德纲先生曾经说过呀，说什么？相声演员最后拼的是什么？您说说。寿命。拼的是寿。寿命，寿星，寿星，还给你咬人，你群老狗是吧？你也别装这头啊！拼的第一是文化，对，第二是寿，是这个，是身体，对。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保养身体。您多大岁数保养？哎，我比他们也小。我把他们都耗没了，我就是相声表演艺术家。哎呀，您别太自信了。黄泉路上无老少。再者说，你腿长，你给他们走得快。这确实啊，这个辈分比较高啊。介绍完我了，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到我啊，我的搭档，他叫李鹤东。你从哪儿去？
坏了，现在开始都爱他了。我准备要进入社会了。社会的路。我有一号先来了。确实，现在李克木老师非常的火，很多年轻小姑娘都特别的喜欢。真的，因为什么呢？小伙子长得帅，长得帅。哎，谦虚了，大伙儿上眼瞧瞧啊，帅，婊子人才。一婊子人才，一婊人才，一我不想你彪子，彪子人叫李鹤彪，李鹤彪子吗？我这叫彪子，婊子是他的爱好。哎呀。他的这个风格是独树一帜，跟他不一样。真的，一般的情况下啊，都是出洋相啊，啊，娘的唧唧啊。你说的这是谁呀、啊？这是刘德良。刘德良啊，您啊，您当长辈，您这是说人家像话。刘德良非常的好，人家不错啊，错就是说，因为我们关系好，我们才拿人家说。真的，人家贺东老师确实，他是什么呀？他是走这个。这个阳刚的这个，对吧？是，他是一个刚烈男子。好像不太对。刚烈。哎呀，你是一个刚烈男子。你下手够狠的。我想吐。你长得好看，各位少爷，你看看，长得跟个寡妇似的。你也别说，你也有美的地方。我没点美，想得美。骂谁呢？骂你呢？你在那说那说。谁给我勇气？梁静茹。梁琪不给你梁琪的不是他翻唱的就是说你现在受到大伙的欢迎对吧是现在非常的火而且实话实说我跟何东老师现在啊开始虚实支持您老这么客气跟我学他刚开始啊他可能水平稍微差一点现在仅仅离何东老师是我的老师对我那我是保护卫的怎么了？甭跟我废话，
东哥卡的了，今天呢？这啊，人家李云杰来的时间比较长，对，来了得十五六年，六七年，哎，他的零几年出来，03-04年吧，03-04就出来，对，非常的好，是把他最后也带入正道，人现在也特别的好。是我们两个人不是说在雷公寺认识，那咱们俩是不是？我们打小就认识，打小，对不对呀？啊，打小就认识，对。但是李克东老师，我觉得人品不是特别好。啊？听得爆料啊！上次挨打也没怎么说话，人性差一点。我哪儿差了？说话不算数，不算数。你说好了，俩人一起长起来。是他长到半截儿。
六口人呢？六口人啊，这个都上班，嗯，不能上，就我一个人工作呀。那这个在村里可真不容易啊，那在外面挣钱受累，回到家还得当家主持。又来了，刚才不是说了吗？挣钱受累的是我，当家主事不是我，当家主事的是谁？是我爸爸。而且这么大岁数啊，背不驼，眼不花，眼神不错，对不对啊？嗯，眼神特别好。对，他爸爸眼神好到什么程度？别说了，能够看见天上飞的鹰。有病！天上飞的鹰谁看不见？那是你知道吗？哪个鹰？不是那个大雕。聪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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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心飞冰箱似的。不是，我说的是苍蝇。苍蝇。苍蝇，苍蝇知道吗？苍蝇。对呀，苍蝇你飞你什么？这苍蝇还学绵羊叫？苍蝇吗？苍蝇没人打动你。苍蝇。嗯。打你父亲眼头一过去，他父亲拿眼一打，就知道这苍蝇是公的，是母的。哎呀，把那孩子装进去，这都不算什么啊！真正了不起的他父亲啊，眼神好到什么程度？他父亲自己能看见自己的后脑勺啊！我爸是蜗牛，有俩后眼，蜗牛呢？废话，正常人谁能看见自己后脑勺了？拿镜子看，没事吃饭，拿眼镜在那比呀。最后一句，你说牙了。
牙好，这吃点那个硬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像你父亲一顿能吃半拉子生头吗？半拉子生头。你爸爸吃铁腿，他吃的炸鸡腿。谁牙好是火车头和铁道部的？不是，就说吃凳子嘛。你们再来一个，忙活点儿。忙活点儿。一顿吃点什么？比比年谈。哎呀！谁吃那个？比比年谈多好呀！我干了吗？不说吧。晚上你家没事儿去。哎呀，我爸也吐了，这老吐的在你这儿，这老吐到底是老啥呀？老啥子？老啥呀？老舍，老舍，什么玩意儿？一亩地，你是？那吃的跟吃的太多，那吃少一点，少点。那您父亲一顿饭能吃半拉多点？半拉子，我爸是蛆吗？对呀，你爸是个蛆蛆啊。你爸还蛆呢？他有那。半拉子太少了，就是一碗米饭一盘菜，那也不少了。哎，正常人饭。好好好，嗯，要说你家里六千多口人啊，六千呢？你看这造化。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啊，六口人，看他怎么六啊？六口，数学也差一点啊。六口人，对，那个，哎呀。不能上班，就我一个人工作。哎呦，要说您可真不容易，在外挣钱受累，回到家还得当家处事。我再跟您说一遍，挣钱受累是我，当家处事的不是我。那当家处事的是谁？是我。贼二一口是谁？二一口是肥呀、啊、谁二一口也不瘦啊。哦，最近不喝啤酒了。谁谁谁喝、啊、二一口是谁？二一口是谁呀、啊、二一口啊，老娘啊。老娘跟你爸一样吧，也有胡子吧，一脸都不行。什么玩意儿？母亲啊，母亲，母鸡。你妈能下蛋吗？你妈还下蛋？下蛋都能叫母鸡。别废话，我跟你说，二宝双亲不可儿戏。呦呦呦，二一口是我妈。哎，咱都不是外人了啊。啊，这个三一口是三一口家兄。哟，家兄，家里可能死人了，老兄宅，你们家传什么呀？我说的是老朱同学。家哥，啊家，你说家哥不就完了吗？要说家哥可没问题，是不是？哥哥，我哥哥，你哥。你哥，他为什么是你哥呗？过几天你嫁给人家你妈。他怎么就非得是你的哥哥？废话，我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他比我早到两天，我比他晚来两天，所以说他是我哥哥的孙子。不，你这脾气现在是有点奶。好萌啊，还是个高兴出不来啊。你哥哥废话，比我大好几岁，我是哪？你又是你哥哥，你又是你。我帮我媳妇还叫嫂子。谁想不来就得是我哥哥。哎，他
也就是说，嗯，你是你嫂子的儿子，你是你姐夫的孙子。我没辈儿，是怎么？我有辈儿呢，我比上小学还没辈儿呢。学你吧，这几个我也是练不好。
半夜三更儿，你们俩还嘴对嘴儿的，就是他夜壶。那你三十二票，这个评委是啥呀？这个评委？
哦，谁喊谁都能得。他们就是别人说话，他们听不见。就这边也是相声，听不见的。那我不还是喊的吗？你自己说的吗？不是喊的，嗯、该喊的得喊。对，该平和的聊天儿就得聊天儿，没错，是不是？你包括有的人说我们两个人风格，你现在也不好啊，就是卖服。卖服。我主要还是说的是你，其实真不是，真不是，我们俩是这样，对，我是刚练的。社会动物，真的，我们真没赖卖，我们就是真情流露。哎呀，不玩意儿，就说这个意思。今天我俩交情实在太好，哎，关系不错，劲儿有这个眼缘，有个实话实说，就这朋友就跟夫妻一样。哦，真的，快点，你们这个娘们儿。这一辈子也过不好，也都是毛病，对不对？所以说，看看哪儿都看不顺眼，脚后跟儿看不顺眼，那怎么样？对不对？你看我怎么样？不怎么样。那就难算了。就说这意思，是不是？包括跟贺东老师啊在一块儿，人两人私交关系确实特别的好。这实打实的吧？来呀。而且人家家里吃得健康，家庭条件还行，对不对啊？你包括整体来说，德云社都是比较了不起的演员。你包括郭德纲那搭档于谦老师，于老师，人家也非常的好，优秀。人家说实在的，真是人家说相声人真是玩儿，就是娱乐，对吧？是不是？于谦老师写过一个书吗？啊，叫《玩于谦》。玩于谦。玩自己的不写，玩儿的。玩过玩名儿。小鱼签儿，没事儿，人家真是享受生活，有这个条件你也是享受生活，没错，开心快乐其实是最主要的。第一位，李老师前几年在那北京，还开了一个养宠物的，对吧？有啊，那叫天打雷劈的，天津地滑，天打哪儿？天津地滑，我记得有天津地滑，是干的宠物。两个女老师干活。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老师太有意思了，就是养的就这个，就是养的不要干，对，干什么这个活啊？干什么想出去看书？哎呀！狗啊，牛啊，羊啊，马呀，我们经常去帮忙，我经常去给狗做饭，我做饭。American 美国他父亲到那个城市叫什么？佳木斯。好。
千江啊，稍微凉点了。佳木斯，东北哈尔滨地儿。拉斯维加姆斯啊？拉斯维加姆斯，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到那儿这个赌场玩去，对吧？那大椅子、大桌子、美国合欢，嗯，对吧？他自己有钱，到那儿说了，说说了，说了，对，我爸还很多。败家，败家，败家就是欺负大人有钱。是，但那时候也是头一次的父亲去国外，第一次，那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就因为去国外还闹出笑话。闹出笑话？记得这是我了啊，回酒店啊，二三十年前的事儿了。回酒店以后，推开门进去以后，他父亲想着呢，结大手，啊，就是拉屎的。哎呀！你这说的词儿这俩字儿，就是说这个，就说这意思，就拉大便。哎，你说出来那爷们儿啊，就是哎，呦，怎么办呢？那时候家里都是在都是蹲便，嗯，没有这个坐着的嘛，也没见过坐着的嘛。三四十年前，谁见过这个呀？对不对呀？他父亲一进去找，找不着，哎呀，怎么没有坑啊？哎呀，就这儿吧，看这儿像什么？哎呀，马桶盖，就这儿吧。哎，你想去脱完裤子？哎呀，哎呀，咣当！哎呀，我爸挖出一秤砣来，是吗？咣当！我爸一个铁的秤，你爸怎么拉完以后，皮好了裤子，都没擦。刚才您说了一个实事儿啊。
其实大伙儿听听，开心乐得足了，是不要想着这么些。包括说德云社呀，这种三俗啊，说是叫屁什么都不会，其实确实是，确实如此。大俗就是大雅，是不是？心里也非常的干净，听什么都觉得很干净。最主要您心里这样吧，开开心心的，一听音乐就得了。对，是不是？人来说呀，就是愿意跟您在一块交流，跟您聊天沟通啊，这个都得会。都得学习，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样样都得精通。唱来说吧，太平歌词，刚才我数唱来宝，这都是本名唱。对，太平歌词唱出来好听，走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啊，您给大伙儿来两句怎么样？天天风来起
这个唱的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水平可能就不是特别高，因为你唱的时候在尤其唱，因为你唱气息啊，包括这个气口啊，都得要求特别的准。我们作为相声演员来说呢，也都是学一点皮毛。向人学习。哎，李和都唱的也特别的好。唱歌啊，特别的你先把你那个谁
在的小年轻人可能唱的感觉有点太浮夸，或者太炫技了。对，嗯，像张国荣先生唱的特别好，包括现在的这个杨宗纬啊，包括这个医生啊，医生，就是说一个唱啊，张国荣先生唱的，我跟你学学，八路红旗，好，年轻的壮，哎呀，哎呀，看我像不像你爸？我看你不像爸，不像，好，看你像鸡，哈哈哈哈哈哈，真是慧眼识人，耳朵真好使。Thank you.